哥哥，哥哥现在先吃早餐。这个就是我的早餐，封城记的第三天吃早餐。耶、yeah. ！你说哥哥姐姐吃早餐的故事，有看到哥哥吗？有看到吗？有。红脚先生拍摄影，他拍丫丫。Say hi。嗨。好了，拜拜了。这就是我们订的食物，嘿嘿。我们现在就是用 countdown 然后订东西，然后就会直接开车送来。好的东西啊，豪哥好像没有我的，我的好像是下一次下午送哎、欸，然后现在就送了。那、啊、你看他来的时候，你要说 thank you， thank you， thank you very much， 好，再到 get this on the day， thank you， thank you， 生菜 ，lettuce。现在是、分送食物的时间。好，所以早上吃完了早餐，然后陪小乱玩了一阵子之后呢，现在就是工作的时间，要剪影片。每次剪影片的时候呢，我最讨厌的就是要打字幕。好，所以你们看，有些我有些影片不会打字幕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打字幕真的太花时间了。八分钟的字幕呢，认真打的话，可能要一两个小时吧。所以我觉得打字幕是一个非常累的事情，因为你要一直重复听同样的一句话，然后还要把那个字幕对到对的音轨上面，然后就是要一直重复做同样的事情，就打字幕吧。有限封城第四天，那你这个笔呢？我看看，笔怎么不见了？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NZ Now I know my ABC Next time you will sing with me 耶、yeah! 你会了吗？好，你要不要看书？赶紧去找本书来。是什么书？你去找啊，你要看哪一本书？哪一个？小鸡吃完蛋走。哦，他马不喜欢小鸡吃完他的草，是不是？嗯。那小鸡吃什么？玉米。你昨天有没有吃玉米？好不好吃？吃。好吃。那这是什么？山羊。变色龙。变色龙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我要脱鞋。我要脱鞋。那我要选这个电脑。我的 computer。那你跟这个垃圾桶没钱，那我要选垃圾桶。哎，好像最小的先呢。然后就我，还是你吧。你。是我吗？你在我。然后我是。那谁年纪最大的？你呀。是吗？我有没有 ATM 可以让我查账啊？是啥意思啊？我们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好好研究的。六七八九十，来付钱。是他给他。主人在家不是不用给钱吗？哪有这个？我不知道。我在台湾不是要主人在家不用给钱？不用给钱，要给多少？这是你的吗？然后你要转180K 给他。嗯，有收入了，低于中。哇，好帅啊！他讲180K。对啊，180K。180K， 然后会扣，然后这边会加。哎，真的。酷。哇，好帅啊！2 hours later。哇，很多哦。大家都在这里行注目礼。要在这分配东西。对啊。
很多，对，真的很多。根本都是我们的。对，都是我们的。他直接篮子推过。我觉得他快倒了。我们的货又来了，那群嗷嗷待哺的小孩。我有点忘记我来了。嘿嘿。先生，你来了。不是说一楼喝完吗？你是说餐厅？我有订这个一。Edmonds， 这个假肉，对，素鸡的假肉啊。等一下，趁先锅。我们酒那一个最期待酒的说。你在干嘛？可以。你在工作吗？跟着。好，认真一点啊！来，电脑屏幕立好，来开始。想喝大杯的还是小杯的？小杯的。好。双手高举过头，核心之动。那我要不要像那教练一样？这个不要起来吗？屁股不要翘，屁股不要翘起来，双屁股。等等啊！你像变态教练吗？为什么？他会笑场不好。我刚刚手掌心位，走出到平板姿，在平板姿稍作停留，再恢复到站姿，反复进行。哆，等下，好，我算三，咪瑞瑞哆哆啦哆，哆啦哆瑞。半小还没半小时，十五分钟速成班 ，last dance， 我不要，好难的感觉。这个小鸟在天上飞，感觉好爽。一个司机说：“哇，怎么一天送这么多？”我们的食物又来了，这就是我们上网路上订的食物跟物资，然后就会开车送来。来带你们看一下，就因为现在有些人封城 lockdown 嘛，然后就是有些人发起的，就是在家里的窗户旁边面向马路的地方就会放只小熊，然后在我家附近大概走路大概100公尺以内吧的家里，我刚才看到了几个，像这一家，我不知道拍不拍得到，就他在这个门口这个窗户这边放一只小熊在外面。然后这一家也有，还有窗户上面这边也放了一只小熊，他给就是一些家长可能带小朋友出来散步嘛，然后就可以，你看像那边也有，他窗户外面就有小熊，然后他们散步的时候就可以数，小朋友就可以数说今天找到几只熊这样，我觉得蛮好玩的，就是因为现在可能也不能出去嘛，所以可能只能在家里附近这样走一走，然后我等一下给你们看一下这个，他还有一个网站。然后你可以把你们家的熊的那个标记放在它的 APP 上面，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去找这个熊。再给你看我家附近超多的。好，这个活动就叫 We Are Not Scared， 然后 New Zealand Bear Hunt， 就是我们不害怕，然后就是要寻找这个小熊，猎杀小熊，是这样的意思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是粉丝专业，那它其实有一个网站，然后这个网站呢就是有这个。这个是 Pin Your Bear， 就是你可以，如果你家里有放小熊的话，你可以把你家的地址好在哪边，然后可以把就是定在他们的地图上面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就是Map 这边，然后 Map 打开呢，这个就是我家附近的一个小熊分布的区域图，好，就是有小熊长这边，就代表说他们家有就是有放小熊，但是有些可能他们有放，然后他们没有在这个网站上面就是把他的location 定在上面而已，但是你可以放它非常多，我家附近这边就是非常多，整个奥克兰市现在有多少的小熊呢，就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地图上面几乎都已经被熊掌覆盖了，有点夸张，然后我给你看现在纽西兰整个纽西兰的地图上面有多少只的熊，大概是长这样，就是整个纽西兰已经完全被小熊熊掌给覆盖了，感觉这蛮好笑的，
我昨天在网上找到的，就是跟你们分享一下。Later， 现在是3月30号的晚上11点，就是即将结束封城的第5天。那这几天就是生活过得比较规律一点吧，我觉得就每天做的事情都差不多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就跟你们在影片看到，可能之后这封城的一个月，我会去想一些可能比较有挑战，我自己可以挑战的东西，然后就是拍给你们看。对，我还在想，可是我还没想到要拍什么。我现在只有暂时先想到，就是可能一天不用手机看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好，所以这就是封城的第5天，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咯，拜拜。欸，等一下，我是卢安全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变态是你。